Morning, guys！ 我们正在拍我们的春上新。OK， 我同事还在拍，我先撤了，我先回公司了。突然刚才想到，不知不觉这已经是我们做 TR 的第四年了。做公司有一个好处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就是随着你的规模一点一点的扩大，每一年你都有很多新的东西可以学，你永远都不会感到无聊。哎，你好。可是我感觉做 TR 这几年呢，就像是打游戏通关一样，你打每一关所用到的技巧，以及你这一关本来的剧本设置都是不一样的，所以就是为什么你每天都在学习不一样的东西。因为你如果用之前的技巧去打新的一关，你就会发现你过不了这一关。先赶快去拿个外卖。今天同事他们在直播呢，一边播现在上的，一边拍马上要上的。今天外卖是个健康餐，我点了一个打抛牛肉煎蛋饭，然后还再单加了一份蒸蛋。真的来南方久了，都跟着你们一起叫蒸蛋，这歌北京你就叫鸡蛋羹。赶紧吃，吃完了之后还要剪 vlog 啊，都有点想不起来我都拍了什么东西了。哪套蓝色呀？衬衫。小红书的人几点来？Good morning， 诺尔同志，昨天五点半就醒了。我没有地方坐呀。啊，你要坐在我旁边呀。我没有地方坐。你坐吧，你坐吧，你坐，你坐，您坐，您坐。妈妈。我是一个大姐姐，谁是大姐姐呀？那谁是小宝宝呀？没有。妈妈不救我。这本书妈妈给你读过好多遍了，你能自己读了吗？嗯，我不要自己读。你是不要还是你不会呀？我不会。那只能妈妈，妈妈会是吗？嗯，我要拔掉这个耳环。嗯，我们那样也是一个五个月的宝宝啦，是不是呀？那样，嗯，你说我是一个小小男子汉，小男子汉，小男子汉。你姐姐今天5:40就醒了，姐姐就叫说妈妈妈妈。嗯，妈妈本来想说昨天晚上不用照顾你，可以好好睡一觉了。嗯，结果呢？嗯，还是没睡多少，还行吧，睡了6小时。你睡得好不好呀？那样，嗯，那有 AKA 南瓜饼。嗯，你说我为什么叫南瓜饼呢？因为妈妈说我的脑袋不够圆，有点扁扁的，所以妈妈就给我起名叫做南瓜饼。南瓜饼 ，Hello 南瓜饼。嗯，好了，我们的尿布换好喽。今天呢，就是难得的打扮的漂亮一点，化个妆。今天晚上呢，约了另外一个 couple， 然后去另外一个 couple 开的餐厅，我们做一个 double triple date。化好妆了，我现在 totally back to fitness。每周呢，我会进行一次盆底肌的修复训练，然后在此之上呢，我也开始恢复一些健身房的运动以及跑步了。走吧。 OK， 疲惫的父母slash 合伙人slash 夫妻终于下班了。今天这个晚上这个算约会吗？算，有朋友。有朋友也算。那算是 outing。 这个 I feel like I'm cheating。 I feel like I'm cheating on Nora and Maya。 I actually completely forgot thatSo today when I left, I was like, I'm not dressed for the occasion. You are never dressed for any occasion, honey. I'm following your amazing jacket. Go. What? I do. No, last year we did a Toscana event. Oh. Dedicated to my friends. It's this event, huh? Yeah. My friends. She's totally gonna blog you, by the way. Yes, I'm gonna advertise for you guys. Wait.
I kind of want to. Sound more Italian. I have no time for the haircut. How can I do it? Your English is too good. You are saying English. What English? A Buddha. Wow. Is this a peephole? It is. Let's first start with the white and then see how it goes. Okay, that sounds good. Okay, so just a cast. Oh, you can still help me. This is a peephole. It's okay, we'll get a peephole. Okay, I'm ready. Cast. No, voilà. Je suis gentil, 上海的丈夫，外国人丈夫角。欢迎来到二胎日常。照惯例，家里还是被分为两组，第一组，第二组。现在是早上起来七点，八点 ，sorry。Sunday morning coffee, Gab。Sunday morning cutie, Gab。去咖啡店的时候都要给诺儿也要一杯，不然他就觉得说爸爸妈妈都有，为什么我没有？但其实那里面是水。Allez, Noir, il est bon ton café? C'est bon, tu peux prendre une pause, tu sais, tu n'es pas obligé de boire tout le temps. Toujours ne pas sous-estimer, en même temps, avec deux enfants, la difficulté de sortir. But we're making it. Let's go, 全员出动。一个婴儿车，两个婴儿车，再加上一个诺尔的自行车。二胎生活就是，凡出门必声势浩大。问你一个问题，如果在公共场合，你跟我爸其中有一个人放了一个大小屁，说你问这问题，你希望是你还是是他？肯定是你爸了。为什么呀？我多高兴啊，听着得乐一路。刚才黑子跟我说，他第一次来上海的时候住在离静安寺不远的一个酒店，然后往前走就是现在我走的这个立交桥，然后他就远远的看到了静安寺，当时他就被震惊了，他说中国都是这样的吗？在高楼林立之中突然有一个这种传统寺庙，然后旁边就是高架桥，然后车来车往的这种现代和传统的融合，太酷了。然后这样看一看，觉得好像你平时觉得习以为常的事物突然看起来确实还蛮酷的。爱猫人士少诺儿只要看到猫就走不动道了，他把自己的小饼干一直留着要给小猫吃，终于找到小猫了。 I mean AKA 流浪猫。你快点，我有东西，我有豆豆，豆豆是有的。菩提香去哪里啦？菩提香，诺儿，你给菩提香留了什么东西啊？豆豆。奶油现在进入口欲期了，什么东西都要往嘴里面放。哦，诺儿现在踢球踢得越来越好了。外哦，我这边的话呢要变得越来越习惯带我们奈友出来也溜达溜达了，毕竟呢春暖花开了，奈友也要开始见见世面了。我们现在胆儿肥了，三个人带俩小孩敢出来吃饭了，关键是我怀里的这位不知道他表现如何。好，我们去吃饭了，奈友你要乖乖表现哦。OK， 点菜喽，看看菜单。Don't get started. OK. Because otherwise she will not do. OK. 宝宝 menu. No, no, we don't need a kids menu. It's OK. 那我想吃什么？
那有这花叶花才熟悉的。对。还不有吗？还没有。四个半月，嗯，开始你的 bread education。拜拜。我们现在就是所有餐厅里的最佳顾客，我们到了，然后我们点一大堆吃的，我们风卷残云的吃完，然后就走人，一切在45分钟左右完成。不留下一丝麻烦。妈妈，爹，妈妈，给你确定。Venus 啊 ，Venus， 你现在天文知识比妈妈更好了。ça c'est pas Venus, c'est la lune. Où est Venus? Où est Venus? Venus 是là-bas. Venus 在哪里？啊，在那里，很小很小很小的。